我叫珊珊。打播广告，看舞蹈就来993，全网最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喜欢珊珊的小哥们可以点点关注。电脑用户右下角，手机用户左上方，屏幕下方免费的心可以点一下，谢谢。这件衣服昨天穿过了，珊珊穷，没有钱买衣服。给你们跳第一个，你讲讲讲，第一个跳啥呢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这歌呢？哎哎哎，喂！谢天空，谢我兄弟的233，谢肖哥小天使。然后打播广告，看舞蹈就来993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喜欢珊珊的小哥们可以点点关注。电脑用户右下角，手机用户左上方，屏幕下方免费的心可以点，累吗？你出去跳个广场舞你也累。然后这边的直播时通知可以点一下，屏幕下方免费的小心心，小哥们加油，争取过2000哦，谢谢。然后一号麦二号麦右键有一个关注他可以点一下，然后
后感谢我兄弟，给你们跳第二个。第二个是哪个了？都是这么快的，我怕我受不了。跳一个一首老歌吧，跳一首老歌，跳一首老歌，咱们缓一缓。993全网暨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感谢皮哥，谢谢，感谢我哥，然后还有五分钟给你们。哎，我的，真的，我说好好好缓缓的，结果这首歌也好快。来首快的，我一会儿还有一个十分钟的一个舞蹈，但是在5点多的时候，我怕我那时候跳不动啊。
咱家宝宝别刷屏了，你们不累呀？我跳舞时候就看你搁这扣六了。累了就歇会儿，然后给你们跳最后一个。既然已经快了，那咱们就一块到底吧，就。讲个笑话，行，给你们讲个笑话。有一根牙签，他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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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累了，碰到一个刺猬，哇，他说公交车来了。收不累呀你们，然后那个订阅关注我，麦序时间就要到了，拜拜。